Hello. Hi, 大家好。好，没有，我先。先吗？你讲吗？讲。好，就是大家好，就是。老板，你说如果我破了要喊什么？好，如果啊，我等下破音的话，要帮我喊好球。好球。对。好球。好。因为就是我有个很奇怪，我先介绍一下，我是103级，就是有点久，毕业有点久的公关。然后我们这次是好像三一年多来，就是三个公关合体，我们是103级的三个公关。然后我很久没回来，大概一年多跑完一场。然后我有个魔咒，就是我只要要表演或比赛之前就会感冒。对，所以我现在鼻音很重。对，所以预防针。可是谁知道？拖在这里了，拖在这里了，所以等一下喊好球，如果真的不小心破，对。然后今天这首歌是，可以吗？好，今天这首歌是卓一峰的《再见烟火》，有人听过吗？它是现在刚出的一首新歌。然后我会喜欢这首歌，是因为就是其实我很喜欢卓一峰，因为他很久没有出专辑，对。然后，一峰，好，这个不行。然后反正就是他的这首歌，就是我觉得他写得很好，因为他这张专辑叫做《听者》，他就写说在你的爱情里面，就是我只是听众。然后他的就是他是写说，就是他跟你聊得来才是对他来说，他还是璀璨的演出，就觉得其实这很感伤。对，就希望可以来让你们带来就是这种感觉。各位吗？然后等一下，人家很感伤，你在那边。等一下如果破音，就记得说好球，因为已经快要破音了。对，就是每次都会感冒。好啦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。好，现在一个好球，好球。
坚强的微笑着，把原谅说分手。最亲爱的以后再见了，也请你带走我，既然没去哪，留不下我一个轮廓，把你的爱还给安静的天空，让汹涌的温柔随压制自由。最亲爱的以后再见了，也请你带走我，既然选择的不是我，我紧紧降落，把我的爱还给大地的辽阔，让我找回那个最自然的我。谢谢。